边写草坪，然后有个后院，这边进来，这边客厅，然后在这边餐厅，餐桌现在还没有配，这边给你做饭，微波炉，一楼有个卫生间。这边有两个房间，还没有配床。如果确定租的话，然后再让房东配。目前只有这一个房间配了。这挺大。